就看你要倒，我袂知。你家好心要载我，一定有啥物目的。我着看来呀，你到底想要去啥帮？我这条命是恩君给我的，我袂对不起。咱今仔就来欢迎咱新任的智慧开发总经理高焕达。所有的代价，继续都要放飞心。未到的机会，你就伤害着人。你无资格，你无资格做我的兄弟。你卡手机到底像啥？到底是啥人在想东想方，想要破坏我的婚姻？婚姻若是分开，唯一会得到好处的人，就是你啊。方阿伯，大家拢摇着啊，你卡手机是你的心，你煞拢唔是传证人。来，你写是钞票。知影爸结婚在前途无掉，而且给你个好事千倍，这真正是一个完美结局的高官呐。这位小姐，伊就是方婉菲的贴身小秘书。你讲，到底是相机助理？是你啦！严俊彪性命救你，你杀鬼见死不救！卡所以答应我的命，我严俊回来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。你是贪生怕死的吗？你够黑大！你还是在这里跟我胡说八道？你更是跟我胡说。